经址摸到了吗？摸到，但现在还不适合抓人，我会多派点人手盯着的。还有你别忘了答应我的事儿，别让江姨娘再捣乱了。这事儿我会处理的。哎，那女人有什么动静你要马上告诉我。是我，睡了吗？帮我查个人，我等会儿把照片发给你。他在帝豪夜总会上班，只知道叫文娜。好，有消息马上告诉我。拜拜。哥，我约了些人，先走了啊。哎，一哥，哎，一哥，我来了。一哥有什么事？啊。二志伟，我告诉你们啊，我赵毅现在就算鸡变凤凰了，以后兄弟们就跟着哥哥飞，听着没？一哥，看你这样子是绑上大老板了。哥哥，这到底要帮什么忙？不是什么大忙吗？小事儿，帮着我老板在咱圈子里传个消息，知道的人越多越好。事办成了，这点钱，大家分，行吗？行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哥，行，好事。妈，我们来喝点热水。梦瑶，找医生的事儿啊，我已经托一些工作上的朋友在打听了，包括一些国外的朋友，应该很快就会有回音了。谢谢你啊，我现在也想通了，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，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可能，我都要去尝试一下。想让我妈尽快好起来，这就对了。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。嗯。喂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你妈妈该回去休息了。哎，正好下午有点事要去办，那我晚上再来接你吧。嗯，你忙你的。谢谢你啊，星河哥。不客气，我先走了。走了吗？慢点啊。卫队，苏沫回来了。徐队基本上了解了九指的情况。苏沫，这件事就由你来负责。好，你那边呢？我派几个便衣配合你们行动吧。九指身上背了不少案子，可能有枪。上次抓大金牙惊了一次，绝对不能有第二次。这次要谨慎一点，监控为主。等蝎子那边再落实一下吧。好，徐队，这次麻烦你了。客气，那走吧。请我吃饭。走了。
我们呢？你们还有别的工作？昨天在夜总会跟李云鹏碰头的那几个男人的身份已经查清楚了，就是一些小毒贩，应该跟蝎子没有关系。我已经通知了乔队，他准备派人给他们收了。重要的是这个女人，昨天陪李云鹏喝酒的就是她。赵文呢？谁啊？蝎子的女人。蝎子的女人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能确定吗？我有我的消息源，基本能核实。你这个消息源还要保密啊？这不是保密，这工作原则。原则我知道，这个案子不是特殊吗？现在他有这么重要的线索，说不定知道其他消息啊。这你放心，没有核实的消息，我不会乱说的。不是，李云鹏去接触这个女人，是不是说明他已经知道蝎子的藏身地点了？那我们可得赶快下手啊，别让他又坏了事儿。现在蝎子应该就在这个福源小区里，如果我们能确定他的位置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动手了。李云鹏应该知道他的位置吧？我们得从他那儿问出来啊。他应该还不清楚啊，这件事得好好计划一下。现在不管怎么说，绝对不能让李云鹏再一次涉险，我们一定得赶在他前头啊。当然不会让他再冒险了。我们现在说蝎子，现在他知道我们在找他，绝对不会轻易再露面了。与外界联络的只能靠这个门娜去负责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对于咱们来说，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这个女人引蝎子出来，然后等待有利的时机进行抓捕。有长。窃听器安装的没问题吧？非常清楚。货的事儿怎么样？想好了吗？我最近打听了一下，的确听到了一些风声。
什么人？有个叫王鹏的，在到处收货。他前段时间很活跃，在圈里小有名气。我在想，他能不能把我们的货收掉？他果然要收货。那人可靠吗？不知道。你跟他提过货的事吗？提过。他很谨慎。谨慎好。我们也得谨慎一点。我们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只是如果得尽快出手，这样咱俩好脱身呢。或者你问问有没有别的人能收这批货。谁问的，贝哥？谁敢收啊？出门的货。你刚说的人叫什么？王鹏，大老板。跟他联系一下。看他有没有警觉。鬼哥来了。他来干什么？鬼哥？那个鬼哥。鬼哥是什么人？他可是这儿最大的毒贩，我们想抓他好久了。他连接名山和金三角最大贩毒的通道，是我们名山通缉的最大毒贩。蝎子之前为他做事，看来他现在回来了。帮我跟鬼哥联系一下。那他既然来了，咱不能拖呀。嗯。你先去跟那个王鹏打电话。是我娜娜。娜娜，哦！哎呦，还真给我打电话了，难得难得。鹏哥，这话怎么说呢？妹妹不是怕哥哥忙吗？您每天都那么多大事儿。再大的事儿也没你的事儿大呀。鹏哥就会开玩笑。哎，鹏哥哪天有空啊？请你喝酒。啊，对了，哥哥，你还记不记得上回我跟你提过的那个朋友的事儿？朋友？什么朋友啊？我就不信鹏哥记性那么差。我说，这事儿呢，咱就别电话里聊了，好吧？你那朋友要真是想做生意的话，你把他约出来。啊，行，好，鹏哥，那我约好时间，到时候再给您打电话。好嘞，我等你电话。好嘞，哥哥再见。嗯。就算没白忙活，哥，之后咱们怎么办？做生意呗。拉倒吧，做什么生意啊？你的目的是做生意啊？你不就为了报仇吗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这两天一直捣鼓那些瓶瓶罐罐的，到底什么玩意儿？别问了，我不想连累你。我说都这时候了，你怎么还说这种话呢？你真没劲。
亚麻素、剧毒蛋白质。那个玩意儿可一沾就死啊！一打算用它，亲手弄死蝎子，必须的，这是最稳妥的方式。没想过，哥呀，你怎么能不想呢？警察能放过你吗？是，蝎子是该死，可你毕竟是杀人呐，你能逍遥法外？所以啊，我不想连累你，喝完酒你就走吧。你看，你看，你又来了。哥，我倒有个主意，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？完事儿之后，咱出国。我认识一个舌头，可以把你送出去，什么缅甸啦、泰国啦，只要有钱，上哪儿都可以重新开始。哥。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我可以陪着你，咱远走高飞，浪迹天涯。喂。早点回去休息。你去哪儿啊？我去买点东西，拜拜。江一楠他们呢？他们先回去了。文娜给我打电话了，蝎子同意见面。我知道，今天我们跟了文娜。这是我们监听文娜跟蝎子的对话，你听一下。换一
你想要的，正好给你。我大哥留下来的信息，快递单，他那个邮政编码有问题，我一直也没想明白，正好找一些专家破译一下。行，我找密码专家看一下。我这可是精诚合作啊，以后不用再麻烦赵毅整天放裤衩了啊。走了。哎，不喝点再走。走了，海哥。卫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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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干嘛？卫队，都准备好了，什么时候行动？行动？就这有动静？没有啊，九指那边徐队的人盯着呢。那什么行动啊？抓蝎子啊！今天，您不知道吗？抓蝎子啊？谁说的？江一南吗？哎呀，不是，乔队。乔队说了，今天你带我们出了。哎，你失忆了？还是我们幻听了？哎，卫队，卫队，哎，别去。到底什么情况？谁说要抓蝎子的啊？这么重要的行动，为什么没人跟我商量？你们俩谁能给我个解释？干什么呢你？谁跟谁解释啊？哎，有没有规矩了？那你能给我解释一下？你的线索吗？暂时没有，暂时没有，我看是没有吧。那我也告诉你啊，人吕云鹏是个普通的公民，而且是烈士家属，我们绝对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，绝不能让他涉险。魏海，我之前是说过不抓吕云鹏回滨江，但是不代表着我就同意他去跟蝎子接触啊。而且现在非常的危险，吕云鹏他现在已经帮我们把蝎子引出来了，现在剩下的事儿就该我们自己去办了。魏海，我们抓了蝎子，我们也可以给吕老师一个交代，吕云鹏也可以解脱了，不是吗？行，我服从命令。还有，李云飞老师的快递单，吕云鹏给我的，我交供了啊。行动吧。如果李云鹏知道我们耍了他，我怎么向他交代？我去交代。全体集合，出发！
我上班去了啊。月下鬼哥，抓紧时间。嗯，我今天早点下班回来陪你吧。文娜下楼了，各组请注意，各组请注意，文娜跟老鬼有联系，先放文娜走，等她离开小区再行动。 A 组出发， B 组发动。文娜出来了。各组请注意，检查枪械，嫌疑犯身上有枪，大家要小心，不要靠近目标楼层，听我命令，统一行动。喂，吴先生，魏海他们行动了。按计划进行。明白。金三角派人办你，速走。疏散人群，确保群众安全。是，通知火警啊！是。云鹏，云鹏，别等了，别紧张，谢子先生，喝水。不用了，谢谢。
蝎子先生，你黑楚家的那批四号货找着下家了吗？你什么人？扁川，砍的。你是吴家的人？把这衣服换了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今天的这个事儿，吕云鹏，今天的行动是我要求的，跟魏海没有关系，他没有骗你。是，今天没有抓到蝎子，是我们的失误，但是我们不是没有机会了。你们总是失误是吧？失误多少次了？你们的失误毁了我全部的计划。你们是失误大王吗？毁了就毁了吧，这本来也不是你应该做的。许丽，你这个时候还说这种话，你不觉得很没劲很可笑吗？我是江一南。那你跟我更说不着。我为什么到鸣山你应该一清二楚。你拦过多少次了？拦住过吗？成功过吗？不达目的我不会走，你应该比谁都清楚，所以别费劲了，拜托别搅和了行吗？你的事我搅和定了，失误也好，犯错误也好，总之我不可以让你以身犯险。别别，其实你们俩说的都有道理，而且我也听出来了，你们是有感情的，对吧？这个亲密的人吧，就容易相爱相杀，但是这个时候不合适。现在大敌当前，你们不能把窗户关上。他怎么说？别想太多了，今天的事儿谁都没责任，也让他冷静冷静吧。坐。别想了，哥，你先睡会儿吧，回头咱们再想办法。我没有时间，明天我们要去帝豪，再去找文娜。还去哪儿？没有别的办法，如果文娜在，那就说明蝎子没有走远。蝎子现在是惊弓之鸟，越是这样，他可能越是着急要把手里的货甩出去。那他要是跑了呢？记住了，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跟魏海他们合作了，记住了吗？我明白了。把窗户关上，
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稍等啊，我先把我的汤等一下。我一早接了个电话，有个好消息想要告诉你，所以就急着过来了。什么好消息？我的一个朋友说啊，这样你先坐着，我熬了汤给你尝一尝啊。 来尝一尝我的手艺，看看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嗯，好喝吗？不错，味道。<笑>手艺进步挺快呀。那必须的，我是谁呀？哎，对了，你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吗？什么呀？我买了今天下午的机票，到名山去2天。 这算什么好消息啊？你怎么突然就想要出差了？是这样的，我朋友给我打电话，告诉我说在名山有个老中医，是专攻像你妈妈这样病的，据说效果不错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上网查了，确实是一个很有名的医生。嗯，我想找他去抓两副药回来，让你妈妈喝喝看。 看看效果怎么样？那太好了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不用了，这回就我自己去吧。你在家好好照顾你妈，等我回来。嗯，没事的，医院那边有护工照看着，我能走得开。再说了，大家不是都说新城则灵吗？像求医问药这种事情，我还是想亲自去看看。哎，星河哥，你就带我去吧。嗯，好，就冲你这个新城则灵。 咱们一块儿去。嗯，我再把你盯着几遍。好，那我去收拾一下，你再喝点啊。进来。 这里安全，你现在在这儿避避风头，把你手机给我，以后就用这个。你们吴家为什么那么忙啊？这个你自己问他吧。喂，你好啊，谢子先生。